优秀，但是我们更适合做朋友。你有过真正快乐的感受吗？你看得到未来吗？我靠，什么情况？这是他最后的遗物，芒果。我朋友死了。朱可，是我，老周。你死了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现在借住在芒果的身体里，这个项圈就是锁。喂，停停停停，能不能做他一天的女朋友？臭流氓！大哥，你给我个不可能的理由吧。他那么欺负你，我是在帮你好吗？小猪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不开心说出来，让我开心一下。你怎么回来了？给你个机会，好好学习一下。紧张的话就用力掐自己的大腿，能促进男性肾上腺素分泌，使你勇猛无比。神经病啊你！好兄弟，一辈子不抛弃，不放弃。再借500块，先给你还。这什么事啊？这都是。有意思。